后面一个问题，他说听到啊，盈科法师因恐堕地狱，发心念佛三日往生。弟子自知身处花花世界中，绝无定力，于效仿此人，应如何做呢？你才16岁，你也没有出家。你如果念个几天佛就往生了，会吓得这个世界上人不敢念佛了，不能念佛了。这一念，你看看，啊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你一个人是往生了，是叫千千万万人都不敢念佛，都不能往生了。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盈科法师那个视线是对的，他出家人，而且出家时间很久，出家不守清规，常常破戒犯规，做一些不善的事情，那是自己烦恼习气太重，在出家里面做这个视线，这是正确的，所以一定要想一想自己现前的身份呐，自己现前的生活环境、修学环境，哪一个时候你能学盈科吗？这个一定要知道，一定要想到。那盈科给我们做了一个证明，《弥陀经》上说的，若一日到若七日。能往生，他做了这个事情。黄忠昌给我们的实验的是3年，这个就是过去曾经很多人问过我，净土圣贤录、往生传里面，很多人念佛了，3年5年就往生，所以有很多读过这些书的人问我。他说他们是不是刚刚好只有3年寿命，5年寿命念的时候就到了，我想如果是1、2个人或者可能有这种状况，说那么多人念佛了，这不可能，绝对不是这个情形，那应该是怎么讲法呢？他有寿命，他念佛功夫到了，不要这个才能讲得通，不愿意留在这个世界，如果功夫成就了，那个愿不愿意留在世间也不是他自己意思，因为这个欲知实知自在往生的，我们很清楚很明了，功夫成片，上品就得自在了，就可以自己做主了，功夫成片之后要不要住在世间呢？看这个世间的法缘，如果众生跟你有缘，有缘就是你讲经说法他相信，他能听得进去，他能依教奉行，这就是有缘，那你一定要帮助他，如果说没有缘的，你纵然好心劝他，他不相信，他对你没有信心，就没有缘，没有缘就可以去，有缘呢，总要多带几个人去嘛，这是一定道理嘛，缘有浅有深，善根呢有厚有薄，这个里头状况都不一样当然最重要的
善根深厚，缘也深厚。啊，这一生遇到你了，他一定得度。啊，肯定是往生的。劝一个往生呢，就是帮助一个人做佛了。这个大慈菩萨，偈子里面说得很清楚啊，这是好事情啊。那么善根不够深度，要帮他提升。啊，这一生能不能往生呢？那个不一定。啊，总而言之，在这一生当中，他善根提升了。没有善根，跟你有缘。你要给他做佛法的种子。啊，所谓是业力耳根，永为道种啊。啊，这是好事情。啊，那么今天你看到这个花花世界，花花世界很可怜呢、啊。民国初年，苏曼珠讲啊，这个世界是悲惨世界呀、啊。啊，他跟我们距离差不多将近一个世纪。啊，现在这个世界跟一个世纪以前来比啊，那就更凄惨、更可怜。啊，所以最难得的，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觉悟，啊，要回头，啊，要学释迦牟尼佛，啊，释迦牟尼佛是来帮助苦难众生，啊，说帮助学释迦牟尼佛，我没有智慧，我也没有福报。我用什么帮助？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。啊，这一句话换一句话讲，你我他跟佛的福报是平等的，智慧也是平等的。啊，为什么说没有智慧、没有福报去帮助众生呢？有啊，啊，有不能现前，不能现前是自己有业障啊。你只要把业障放下，你的智慧、福报就现前了。那这个是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提醒大家，啊，放下对一切人事物的执着。你就小悟了，那个小悟智慧也超过人间天上，在佛法讲你得正觉，这什么人？阿罗汉毗之佛，只要你自己肯放下，正觉是本有，福报也是本有，你能放下分别，你就是菩萨。放下起心动念，你就成佛了。大乘教里常讲啊，凡夫成佛一念之间呢，那一念彻底放下。古人有例子。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就是好榜样啊！他24岁，彻底放下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那一年是24岁。他能做到，我们为什么做不到？做不到的原因没有别的，贪念无欲六尘。所以你做不到啊！你能够把五欲六尘看清楚了，看穿了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
你就不会贪了。如果你把因果看清楚了，你就会知道啊，这个贪嗔痴慢不是好东西，肯定要遭来生的恶报。你还敢吗？所以因果教育虽然不能带人到彻悟啊，它给人很大的警觉性啊，叫你起心动念都是业，那造作就更严重了啊。这个事情《了凡四训》里面都有。所以因果教育在现前这个世界里非常重要啊。印光大师给我们做的实现啊，他老人家一生可以说是全心全力在提倡因果教育啊。所以我们把这个了凡四训感应篇、安世全书，都想把它做成电视剧啊，用电视剧的方法来弘扬因果教育啊，让大家觉悟。你现在用别的劝导他，他不相信，很难接受啊。你讲到报应，他看到这个事情他会害怕啊。所以人生在世要确定方向目标，真正能放得下，往生就有把握啊。往生没有把握的时候，还是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啊，不能一刀两断啊。真能放下，什么障碍都没有了啊。无论做什么事业都会圆满成就。为什么呢？不为自己了，为社会，为众生啊。做成功了，众生有福，做不成功呢，众生没福，与我无关嘛。你说你多自在啊，有了我在里面呢，就不自在了啊，你就有得失，就有好恶啊，那么这就造业了。无我不造业，无我所修的这佛法讲叫净业啊。那佛都劝勉我们啊，在这个世间的时候要学像菩萨一样做净业啊，不造染恶业啊，这就对了。断恶修善，不为自己啊，为别人啊，为自己要做，做得很认真，为别人，为别人做好榜样啊，用这个身启发别人，身教啊，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，这大功德了啊，做样子给人看。学佛菩萨，这就对了。